In 回忆之间是一款黑暗童话风格的冒险游戏，我们可以跟着主角艾玛一起进入这个魔幻的世界，揭开故事的面纱。游戏的主轴放在剧情上，因此操作十分简单，虽然也有加入一些解谜和动作的要素，但都十分简单，相信对于聪明的玩家来说一定只是小菜一碟。游戏采用了相对隐晦的叙事风格，除了各个章节标题，游戏过程当中没有任何文字，但是配上音乐以及绘本风的画面，让人很快的就融进游戏的世界里。虽然目前游戏还在开发阶段，不过已经可以透过 Google Play 下载，有兴趣的玩家们可以体验看看哦。